有吗？你知道吗？有啊，可是你怎么一直动？小糯米。你女儿黏你还是黏你老公？都不黏，比较黏我了，比较黏我。那就你看他不放声就知道了。你看他谁都好啊。嗨。我们家儿子才谁都好吧。哪有给我抱一下就哭成这样？他刚睡醒。哦。哎呀，好可爱啊！他自己去抓的。糯米豆。哈哈哈哈哈。糯米。Be very gentle. 弟弟。你看他的握手哎，好可爱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哈哈哈哈哈。你看，没兴趣。我们炒一碗面。好可爱哦。啊，那你看一下。小心，他会自己走吗？不会，他会扶着走。这是奶奶。小心哦，他很会抓哦。没关系，他抓。